喜欢什么类型的？讲一下。古典气质、嗯。我喜欢就是可能会。对，但其实是首选，但是没办法，少上一段，对，少了两分钟跟齐真老师的相处，对，有点可惜。不过，因为我们在唱的时候会对看嘛，然后真的会突然这样子。有啊，齐真老师的那个眼睛真的有电。对啊，尤其是他在唱那个吉他手的时候，那句歌词的时候，对，老师你不要看我，真的，不要看我，拜托。今天从那个升降台一出来的时候，真的是超美的，小友被电到，我一直被电啊。